要不要让员工为你死，要还是不要？写下来，经营企业就是经营道场。员工在你这里是垃圾，到别人那里就变成了人才。我来问一下，所有人跟我一起来回答，先不要写，等下再写，来一起回答我一个问题。一滴水在河水里面是什么水？一滴水在海水里面是什么水？在井水里面是什么水？在污水里面是什么水？员工就是一滴水。报告完毕。你们听明白我在说什么？经营企业就是经营道场。一个积极的团队会把一个消极的人带成积极的人，但是一群消极的人会把一个积极的团队，积极的一个员工进来以后，他会变成一个消极的人。很多人平时怎么可能敢跳舞啊，结果到了这个场都敢，唱歌唱得鬼嚎鬼嚎的，哪敢唱歌啊，别人唱歌要钱，你唱歌要命，你都敢唱，为什么？因为被这个场所带动了，是还是不是？那我再问你个问题，在这各位，周老师凭什么可以一个人影响这么多人？魅力，影响力，个人魅力，别鬼扯了。影响力。打仗，军者喜欢下两种棋，第一种棋叫象棋，第二种棋叫做围棋。来，我现在来问，真真正正懂谋略的人，他是下的是象棋还是围棋？告诉我。认为是象棋的请举手，来认为是围棋的请举手。太棒了，今天来仔细听啊，你的战略再厉害，你日军再厉害，你一万人，老子十万人搞死你，是还是不是？所以如果你希望让你的员工都变得积极，如何让员工都变得积极？你告诉我，写下来一句话，什么正能量，用一大伙人去影响一小伙人。用一大伙人去影响一小伙人。韩信之所以他会被刘邦所影响，不是因为刘邦多厉害，是因为刘邦造了一个厂，是因为这里面这个厂里面有萧何，有张良，有陈平，几个人加起来不停地在影响韩信，韩信到最后变成了他的人。报告完毕。最开始说服的第一个人是萧何，萧何为什么愿意追随刘邦？你告诉我，是因为刘邦经营的厂，他和他老婆两个人影响萧何一个人，他老婆说他是什么什么次弟子转世，他说他看到那个白蛇把他杀掉了，那是次弟子，怎么办？古代的君王之所以可以成为君王，想驾驭那些比他更厉害的人，都会做一件事，就是想当年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生下了一个婴儿，这婴儿就是我。生你的那天，你知道吗？天空有异象啊，有人说那是帝王之星。在做造厂的工作，当时说服萧何的时候，是吕后带着一帮人不停地在讲，逢人就讲，逢人就讲。你知道为什么那些人逢人就讲吗？对不对？吕后说，谁讲一句，讲给一个人讲，给五毛。给两个人讲，给一块。报告完毕。所以古代的那些帝王为了证明自己皇权的正确性，要不要造厂？要还不要？那他造了厂以后，凭什么可以留住厂子的各位，留住这些人才？你仔细思考，今天选人识人难不难？不难。选人难不难？不难。留人最难，是还是不是？今天三大宗教，第一个宗教叫做基督，第二个宗教叫做伊斯兰教，第三个宗教叫做佛教。我来问你个问题，这三大宗教有一个共同特点，它都有自己的道场。一个小偷，一个无赖，一个经常调戏良家妇女的人来到佛教，他看到别人双手合十下跪，他也双手合十下跪，被场所影响了，知道吗？是还是不是？告诉我，
所以经营企业要跟谁学习？跟宗教，跟政党，跟学校。因为宗教存在几千年，别人都没有倒闭，因为很多党派存在几千年了依然没有倒闭，因为很多学校存在几百年了还没有倒闭，是还是不是啊？他为什么可以成功？因为他有一套机制。所以第三件事，建平台，建平台老板就是要建造一套机制。你是在用机制控制人，是用机制控制人。举例说明，如果今天没有你们每个人交那50块，早都跑啦。如果没有交到那50块，点名迟到就迟到，反正不扣钱。如果没有给你们设立这个 PK 机制加分，谁会这么卖命的鼓掌啊？如果没有加分，谁他妈花2块钱给你买瓶饮料送给你啊？如果没有加分机制，为什么有人送了这个饮料，还有人送这个，还有人送这个，还有人送这个，哦，还有人送这个，还有人送这个，还有人送这个？是机制。所以今天你的企业想留住人才，留住被你驾驭过来的高手，除了招商以外，你还要打造属于自己的机制。所以经营企业，我们要向政党学习，要向我们伟大的祖国学习。是还是不是？是。中国改革开放以前，满大街都是穷人，没一个富人。30年以后，有多少人是千万富豪？每1300个人里面是一个是千万富豪，厉害还是不厉害？凭什么能够发展的这么迅速？你知道吗？因为有一个人叫做邓小平，他改变了一个机制，他就成功了，迅速让中国崛起，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国家，甚至有可能超越美国。是还是不是？邓小平跟谁学的？为什么古代的帝王都要读历史？你告诉我，读史可以明鉴吗？是还是不是啊？宇宙有宇宙的规律，朝廷更替也有朝廷更替的规律，是还是不是？是。所以说，如果想做帝王之才，你一定要去研究中国的历史。所以周老师从炎黄武帝开始研究上古、夏、商、周、春秋、战国，然后两晋南北朝、隋唐五代，全部研究宋元明清，才有了今天的我。当你研究完以后，你就会发现为什么这些国家可以富有。来看过大秦帝国这部电视剧的请举手，告诉我第一集秦国穷不穷？都没粮食吃饭，那个国家那个国王都没粮食，是还是不是的？各位，他为什么可以成为最强的国家，甚至统一六国？你告诉我。他请来一个人，这个人叫商鞅，他来建了一个平台，打造了一个机制，把秦国变成了一个平台，是还是不是？商鞅过来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叫做立木为信，立了一个木头，告诉秦国人把木头从东边搬到西边去，给100斤，没人相信啊，哪有这么好的事。他第二天说把木头从东边搬到西边，给200斤，重赏之下必有。有一个人就真搬了试一下，这种人就类似于像这种阿甘，像这种许三多，这种人傻里傻气的，但是没发现自古以来这种人都成功了呀。马云说创立阿里巴巴10年，那些在集团公司最聪明最有智慧的人都离他而去，出去创业去了。那些找不到什么工作，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想法，傻傻的呆呆的，一心就想跟着阿里巴巴好好干的人，今天上市以后都变成亿万富豪了。所以立木为信搬过去，然后直接就有人给了他200斤。所以全秦国人都说商鞅这个人说话。第二件事，惩罚，如果你不听话，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太子犯法了怎么办？告诉我，不能杀太子，把太子的老师抓过来，直接把耳朵割下来了，咔嚓。
所以他们说商鞅这个人说话怎么样，真的算数，要不要听他的，要还是不要？他改变了第一条分配机制。什么分配机制知道吗？他说啊，在秦国只要你自己去开垦荒地，那个荒地如果是国家的地，你自己开垦出来种完粮食要不要交税，要还是不要啊？以前你是奴隶，你要给国家交70%的税，自己只能留到30%，粮食只够你自己温饱，根本都不可能有隔夜粮，所以很多人都叫苦叫苦连天。为什么国家要收粮？因为国家是春秋战国是连年打仗嘛，是还是不是？这时候商鞅说，如果你自己去开垦荒地，只要荒地开垦下来以后，在这位只要是你自己开的啊，仔细听啊，国家只占30%，你占70%归你，而且永远归你。所以秦国人要不要去开荒地，要还是不要？更重要的是，在这各位，他搞的第二个政策更厉害。他说，不管你是哪个国家，只要是在秦国境内开垦的荒地，在秦国干满3年，直接可以拿到秦国的护照。就是美国绿卡。今天美国人也是这样啊，来我这里投资1500万，投资移民，我就给你一个绿卡，妈钱都给他们了。你知道这个机制出来以后，6国的天下人都往哪里跑？在自己国家种地，给国家交70%，在那里种地，我靠，我赚70%，所以说要翻身做老板了，是还是不是？我赚的跟国王一样多吗？太棒了，所以全天下的人都跑到秦国种地去了。秦国的耕地面积越来越多，秦国粮仓越来越富有。我问你，打仗打的是什么？实力，打的是粮草，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，是还是不是？第一个政策有效，国土面积也变大了，耕地面积也变大了，有效资源也利用了，人数也变多了。这时候立马给你第二个政策，想不想翻身做主人？想不想做奴隶，从奴隶变成贵族？在古代，士农工商，公侯伯子男，是还是不是？等级划分非常明显，你是奴隶的儿子，不好意思，你再有才华，长得再帅，你一辈子只能做奴隶。但是在我秦国变了，只要你有军功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升级，到最后你可以从奴隶翻身做主人。我问你，那些奴隶有没有干劲？有还是没有？可以改变整个子孙后代的命运，是还是不是？中国人最喜欢做一件事，就是帮我们的，为了孩子什么都愿意付出啊，为了子孙，为了家族，什么都愿意付出啊，是还是不是？告诉那些贵族，你想保住贵族的地位很简单，也要建功立业，如果没有，不好意思，你有可能会被降到奴隶。所以这位，非常简单，打仗的时候秦国只有一条制度，非常简单，杀5个人头，5个人头换升级，升一个官，5个人头升一级，5个人头升一级。我来问一下这位，仔细思考啊，当秦国人跟赵国人在打仗的时候，赵国人参军是为了什么？告诉我，是为了一口饭吃，他在为了一顿饭而打仗，是还是不是？那我问你，秦国人参军是为了什么？什么升职？是为了改变整个家族的奴隶身份命运，是还是不是？所以在这各位，他杀完人以后，敢不敢把人头扔掉？敢还是不敢？扔了以后，同事潜过去抢过去，他妈去换官了。所以说杀完以后不敢扔，把人头直接在脑袋里面穿个点，咔嚓，然后把绳子一穿背在身上，然后掂个大刀就过来了。他以一敌百，是还是不是？秦国10万人坑杀了赵国40万，为什么那40万全部缴械投降了？到最后还把他砍掉。白起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？因为换人头。报告完毕。他改变完这个政策以后，秦国战斗力无人能敌，他立马变成了整个中国最强的国家，到最后可以统一6国，是还是不是？而且为什么？我来问你个问题啊，仔细听啊，没有商鞅就没有秦国，但是为什么商鞅会来到秦国？告诉我。因为当时的国君，他向全天下撒什么招贤令，只要你是贤士，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人，在我秦国我一律录用。这叫做他懂得建造团队啊，在这各位，他懂得定战略啊，在这各位，他前第一点定战略做好了，第二个团队做好了，第三个用这些人来帮他打造机制，他也做好了，你说他能不成功吗？所以说，在这各位，我们小平同志就改变了一个核心，就是分配机制。以前为什么我们没有动力，知道吗？因为大家都在挣工分嘛，咱们的父母在挣工分嘛，在为国家干嘛？后来改革开放只改了一个东西，叫做分配机制，叫做包产到户，从此以后干出了。
你只需要给国家交一点点公粮，剩下的全是你的。结果发现中国粮食产量翻了10倍。这叫人性，这叫人性，没有办法，这叫人性，在这各位，所有的机制都建立在人性之上，是还是不是？是。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好不好？不要说人是贪的，不要说人是贪的，人人都一样，只要你是人，除非你不是人，除非你没有欲望，只要人有欲望就能控制他。来，有坐过公交车的请举手。我问你们，坐过公交车的人，你坐过吗？来，拿起来。你坐过吗？没坐过，苍天啊，大地啊，公交车都没坐过，好好去体验一下啊！谁坐过？来，坐过的举手。啊，坐过的来，起来，起来几个来，来过来，来过来这里，来来来来。好，可以了 ，OK 了 ，OK 了 ，OK 了啊！你坐过吗？真坐过。来来来，你来这里，你坐过吗？真坐过。你坐过吗？真坐过，对不对？好，问一下你个问题啊，现在呢，来来你过来啊，你坐过啊，来你来这里啊，你现在是整个公交车里面最后的那一位，站在这个开门的那个地方，明白吗？然后呢，已经很挤了，你马上都被挤成肉饼了，他马上想上来，他等了一个小时，想不想上？想。告诉我想不想上来？想上。想上，对不对？你心里想不想让他上？不行。你都快挤死了，你想不想让他上？不行。你会想的是你等下一班吧，他想的是什么？想上，再挤挤吧。结果他上了，上了以后来，你等了一个小时，这哥们在下一站等了一个半小时，他都快被挤成肉饼，你现在在最后一个，你都快被挤出去了。你想不想上？想。你想，你想不想让他上？我绝对不想让他上。哎。位置一变，他的心态就变了。我他说什么你知道吗？你说什么？我不想让他上。下一班很快就到，挤什么挤啊你啊。没有对与错，只是人性角度不一样而已。没有人是错的，只是角色不一样。是还是不是啊？没有一个人是错的，只是考虑的角度不一样而已。没有人是错的，所以这的各位，这叫人性。来，谢谢你们，给你们热烈掌声鼓励。谢谢。我来问你们个问题，怎么了？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只是感觉今天很兴奋啊，今天来对地方了，觉得。第几组的？第六组的，第六组加2分。刚才上来的人都没有人敢要求加分。你知不知道销售的核心是什么？销售的核心就是要要求。连要求都不敢，你怎么可能成功？第九组10分。加啥呀？都过了那个阶段了。来，停，不要说话。改变完分配机制以后，秦国变强大了。改变完分配机制以后，中国有变强大？告诉我。写下来，经营企业的几个境界。第一个境界，员工为老板干。当员工为老板干的时候，员工和老板的利益是对立的，就像那个公交车的故事一样，你跟老板是对立的。老板每天想的是怎么样少给员工发点工资，因为少发1毛钱工资，自己就多赚1毛钱。而员工这时候跟老板想法也是对立的，员工每天想的是怎么样从企业捞点好处进自己的腰包。所以老板跟员工是对立的，是还是不是？为什么今天开分公司这么难的？你告诉我，老板让你开分公司，把长沙搞好以后，老板说来你做的不错，来去湖南搞，湖南搞完以后去湖北，湖北搞完以后去河南，河南搞完以后去陕西。我问你个问题，老板想不想开分公司？想还是不想？想。公司遍布全国，是还是不是？是。但是我问你，你的职业经理人愿不愿意帮你开分公司？不愿意。老子抛家舍口跑来外地，好不容易干出一番事业，结果你又把我调走，又是一个陌生市场，空白市场。老子背井离乡，抛弃孩子，抛弃老婆，是还是不是？是。
当所有的员工都不想让老板开分公司的时候，只有老板一个人想开分公司的时候，他最后的结果就是分公司会倒闭。报告完毕。因为老板的利益和员工的利益不对立，是还是不是？所以老板每天想的是扣员工点钱，员工想的是怎么样从企业捞点好处，所以企业到最后都是从内部开始瓦解的。所以一个老板一个人创造企业80%的业绩，你觉得自己很牛。我来问你个问题，你真以为你手下那帮人是饭桶吗？有没有可能这帮人自己出去创业，一个人都比你干的还多？有没有？有。他为什么现在没你干得多？因为他觉得在为你干。洛克菲勒采访自己的工厂，发现这个工厂有一个非常大的漏洞，每天帮企业最少损失10000块美元。他问那些车间主任，他说你们这么多人天天在这个工厂，你们都没有发现这个漏洞吗？所有的职业经理人傻了，说了一句话，因为这个工厂是你的，所以你发现了。有没有听明白我在说什么？所以在座各位，跟他没有关系的时候，你的钱跟他没有关系，他怎么污，他为什么帮你赚钱？是还是不是？是。很多人说我给他发提成啊，好 OK 没问题，你给他员工发提成，你给员工发提成，他只会自己做自己的业绩，他只会做业绩帮你增加收入，但他不会帮你降低成本。但是你知不知道企业的利润等于收入减去支出才等于你的利润。所以当员工为老板干，员工就不可能有动力。我们教大家分配机制，就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，让员工为自己干。让当你能够解决让员工为自己干的问题的时候，你的企业一定可以迅速崛起。以前我们所有人都觉得我们在为国家干，所以很多人都没有动静。后来我们改革开放以后说，你们民营企业可以自己出去创业做老板，这时候我们感觉到我们在为自己干，所以很多人都一天工作12个小时甚至24个小时，因为他感觉到为了自己。但是实际上你还是在为国家干，你要交税吧，买房子要交税，卖房子又要交税，然后这个买个楼也要交税，然后做什么都要交税，其实你还是在为国家干，但是你感觉到你在为自己干。那我来问一下，如果咱们做老板的能够让员工像国家一样感觉到他在为他自己干，你觉得你的企业能够做多大？所以如何能够让员工为老板干变成员工为自己干呢？在座各位，那就是必须要在企业里面打造第一套机制，写下来叫做分配机制。分配机制的设计有一个核心叫做利益共同体。老板和员工从此以后变成一个利益共同体，当员工和老板变成利益共同体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的公司会完全的改变。老板不要跟员工做对立的，员工跟对立，员工会整死你，因为员工多老板少。所以想让企业做大，我告诉你们一句话，企业的规模，一个企业的规模跟有多少人在为这个企业操心有关。你公司为什么做了十几年都没有我公司做的大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公司只有两个人操心，一个是你，一个是你老婆。报告完毕。所以你做一辈子只能够做到两个人的规模，但是在新思想是100多个人都在为公司操心，所以公司就可以做到100多个人的规模。那你如何能够让你的员工都为你操心？你告诉我如何做到？达到利益共同体，做分配机制。那要不要详细一点？要还是不要？要不要教一点绝招？知不知道我现在跟你们讲的课程是哪个课程？我讲完企业五大系统以后，员工愿意为你生，愿意为你死。说错了，不是为你，是为这个平台。所以我依稀的记得今天早上有一个老板，他说周老师怎么样打造股权机制，我想把股份转了这个交给我的员工让员工干，我准备收手了。我告诉你，你错了，老板永远无法收手，
老板为什么会碰到接班难的问题你知道吗？因为老板总觉得你让别人接班接的是一个职位，错了。今天小企业和大企业最大的区别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在这各位 S 型企业和 B 型企业最大的区别就是两个字，叫做系统。也可以把它叫做机制。仔细思考，今天雇员在做什么知道吗？雇员在为系统工作。 S 老板本身就是一个系统，而 B 象限的企业家是创造了一个系统，而 I 象限的投资者是投资了一个系统。举例说明，如果你公司叫做周文强机构，我能不能把这个公司以一个亿人民币把它卖出去？觉得有没有可能性？有个鬼。我卖出去以后我跑了，这个公司还值钱吗？你告诉我，这个公司最值钱因为我在，是还是不是？所以它不能叫周文强机构，那么我就变成了我这个公司最大的雇员了，是还是不是？所以这家公司叫新思想。你们来到新思想平台会发现新思想比我优秀的老师还有很多。我打造的不是周文强这个品牌，我打造的是新思想的品牌。如果我能够让你们所有的大脑提到新思想，想到的就是中国财商教育第一品牌，想到新思想想到的就是中国创业导师第一品牌，想到新思想想到的就是致富学第一品牌。未来不管是谁站在这个讲台，只要打的旗号是新思想，他都能够生生不息。所以在座各位，你想让你的员工接力，你想解决接班难的问题，永远记住，员工接的不是你的职位，员工接的是一个系统。为什么今天很多很多古代那些帝王，在春秋战国时期那些称霸的那些君主，为什么称霸以后迅速国家就会走向没落？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？没有选好接班人。因为他之所以迅速崛起成为一代霸王，是因为这个君主具有雄才大略，但是在这个国家举国上下只有这一个人具备雄才大略，当这个人死了的时候，没有人再有这种人出现的时候，发现这个国家就乱了。秦国之所以到秦始皇可以统一六国，不是因为秦始皇有多厉害，是因为秦始皇那祖祖辈辈那几十个君主都很厉害，是因为他们接班接的不是一个职位，他们接班接的是一套机制。从商鞅变法就已经目击了秦国一定会统一六国。所以在座各位，如果你把这个东西学回去以后，真的很夸张，他们愿意为平台而死。就像我们伟大的党，为什么那么多的烈士先烈他愿意为这个国家付出生命，是因为这里面有超级超级多的机制。所以今天我想告诉大家，在人的层面，在人的层面想统治人，想真真正正的达到一个超级平台，你死了以后依然可以做到百年千年以上生生不息，你必须要学习周老师的下一个课程，把它写下来。43万人民币，2天2夜，它的名字叫做信仰。人类最高的崇拜就是信仰二字，这是人的最高境界。如果你所有的员工全部都信仰你公司这个平台，信仰你的 logo， 信仰你的图腾，他愿意为这个图腾失去他的所有一切，是还是不是？对了各位，所以信仰，信仰的核心是做一件事，就是把那个精神领袖让你真真正正的变成精神意义上的领袖。所以要把你从人变成神。如何从人变成神？你要破人欲，进神欲，把它写下来。信仰的核心6个字叫做破人欲，进神欲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身上已经没有人的欲望了，你能够破掉人类的所有欲望。
当你能够破掉所有欲望的时候，你身上就会有一种东西显现出来，叫做神性。你的人越来越感觉到你不像人，像神。就像今天阿里巴巴的人看到马云一样，感觉他像神一样的伟大，是还是不是？就像所有人看到乔布斯一样，都觉得他根本都不是人，他是神。就像所有人看到迈克杰克逊都觉得他不是人，他是神。他凭什么能够做到？是因为他们身上都或多或少的他具备神性的核心。乔布斯是为了自己的欲望吗？他是为了他的所有的消费者，是还是不是这个？各位，所以他说他活着的价值观叫做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。所以今天我想告诉大家，当你到达这个层面的时候，你太夸张了，真的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。这个43万这个东西要不要分享呀？看看讲什么东西啊。要听吗？我自偶然像一颗尘土，有谁看出我的脆弱？我来自何方？我情归何处？谁在下一刻呼唤我？虽宽，这条路却难走。我看遍这人间坎坷辛苦，我还有多少爱？我还有多少泪？